大家好，请教处长，每下我要开始收门票啊。主席跟张宇报告，没有，不会。没有，你来这下门票75元，这是什么意思？跟宇报告这个部分，我们应该是编列在我们的。我问你2至67页的。对，这个部分我们是它是有分，因为这个大幕有分三个部分了，那第三个部分是有关船舶的收入。我来，我请教你啦，你这个刮胡二啊，梅花湖风景特定区啊，是，280万，是，全票75元，是，28000张，是，对吧？是。啊，半票35元，20000张，这是上回了。跟议员报告，请议员往上看哈，看，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刮胡二，那往上的部分有一个三，船舶收入875万，所以这三个部分哦，包括清水公园、梅花湖跟生态绿洲，都是有关船舶的收入。你写一写清楚了，是，不好意思，这个我们再改进。莫定来讲，我就爱过来问一下来解释，你真正爱要拖时间了，我来看看你今日。你我话今仔日晚上拢来审理啦，审到5点也未煞，你拢无家己想，啊，拢一直要搁争，对吧？你就免来强争嘛，你来注意这啦吼。2至67页了，梅花湖当时收门票，什么时候收门票？我怎么不知道？这个部分要跟张议员跟也就是主席跟谢议员这个边，我们。要说抱歉啊，这个部分可能是我们在编列的时候没有把它写清楚啊。这个部分如果未来有机会，我们会把它写清楚。什么有啊？我机们会？跟议员报告，跟两位议员报告，就是这个部分我们收的是船舶，也就是小船的乘船的费用啊，75块。这不是门票啦，不是门票，不是，嘿。你后边无你嘛，搁一个刮胡，这是。船票收入，是，您做小弄安尼吗？我是讲，我都没有，我都无得收门票，谁让你搞收门票？不会收门票，从来就没有收门票嘛。是，未来也不会。你就是里面营运的船票，是，无你嘛给他挂糊这里。好，这个我们后续没会来有讲下一讲。次了，这种物件都一定要下落呀，无你小弟要哪做？你小要哪做？我们有区分开啦，只是没有说清楚啦。这个部分我们你意思都讲有内账跟外账啊？没有，不会有这样的。包括我们有财主的监督，我们一定所有的行为都是合法的。那个处长，财政处长，伊这以前要哪入去啊？你阿讲，伊也是门票收入啊。卢处长，卢局长，感谢谢议员了哈。这个部分在做这个预算书说明的部分哈，看起来我们使用的文字并没有那么精准了哈。那以后年度，我想我们会回到我们的风景区管理自治条例里面的收费的专有名词来做表达。好，这个部分是基本上它都是用清洁维护费，不管是船舶。清洁维护费或停车场的清洁维护费，那未来的话，我们会要求，这个业务单位在做预算说明的时候，那一定要按照自治条例里面所使用的名词来做，明确的表达，避免造成不必要的一个误会。这不是跟你误会啊？是我们表达的不够这个精准收入的科目，不是门票，是船票。这你要弄清楚啊，会使哦，您拄着代志会使讲啊，这个是我们的疏忽。我想应该这样说了哈。这是注定预算科目上哈，预算科目上是场地设施维护费。那在预算的说明的部分哈，可能在说明的部分，说明的不够精准了哈。那科目的部分基本上归属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说明的部分可能让。议员有一些误解，这个部分我们来做。我无跟你误解啊，我哪有跟你是我们表达的不清楚。我哪有跟你误解？我这嘛无跟你误解啊，因为你不是，你是卖船票的，不是收门票的，对不对？人去到遐，日元元素，你哪哪算？譬如说有30万人，但是有去坐船的人搞20万人。是是。你甲这有？
有关系无？甲这个迄个免票有关系？有关系啊，差十万人啊！我跟你讲的是讲这一个，你们拢号称哦，梅花五的游客人士整年多少排名第几？我嘛伫想讲啊，这真赚钱啊！但是你手家都无遐济钱啊！啊，你讲梅花五嘛真济人无伫坐船啊，去遐踅踅尔，那是爱有去你坐才有算啊！啊，那甲免票有关系？这个逻辑都无同啊！不是阮误会啦，是我们提在这边提出我们的看法，对不对？是不是安尼？你等讲阮误会，阮误会啥？啊，你家内底你讲写，你都写免票全票七十啊，是不是安尼？七十五啊，全票七十五啊。你是讲伊这的人入来，游客入来，这的人去坐船啊，迄个票七十五块嘛。啊！若无去坐船，就无甲收钱啊！那有免票，写较清楚的啦。